从前，在一片遥远的土地上，住着一群住在森林深处的巨魔。他们非常保护自己的家园，经常会对任何胆敢进入他们领地的旅行者造成恶作剧。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森林中，并认为统治森林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。一天，一群狼人在狩猎时偶然发现了巨魔的森林。巨魔不想分享他们的土地，立即着手赶走狼人。然而，狼人并没有那么容易被吓倒，随后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。巨魔作为熟练的战士，占据了上风，但狼人并没有不战而降。随着战斗的进行，一群淘气的小魔怪从阴影中出现，并加入了混乱。他们用油把地面弄得光滑，使战士们绊倒，从而加剧了混乱。Gremlins 通常是中立的，但他们看到了找点乐子的机会。就在巨魔和狼人似乎永远找不到共存之法的时候，一群善良的精灵出现了。仙女们凭借她们的魔力安抚了巨魔和狼人，为森林带来了和平。她们用魔法在各组之间制造一道屏障，将森林分为三个区域，一个是巨魔，一个是狼人，一个是小魔怪。仙女们也用他们的魔法保护小魔怪不被其他族群欺负。Gremlins 通常被视为弱小且容易攻击的目标，但仙女们确保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安全。巨魔、狼人和小魔怪都被仙女吓了一跳，他们意识到他们毕竟并没有那么不同，他们可以和睦相处。从那天起，巨魔、狼人和小魔怪成了最好的朋友，仙女们总是在那里维护和平。森林里充满了欢笑和欢乐，不同的群体学会了尊重彼此的界限。仙女们为森林带来了平衡，所有的居民都希望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。然而，这种新发现的和平并没有永远持续下去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巨魔开始怨恨仙女们分割森林和限制他们的领地。他们觉得自己被牵制住了，仙子们夺走了他们的力量。有一天，巨魔们决定自己动手进攻仙女的领地。狼人和小魔怪已经开始欣赏仙女的存在，很快就开始防御。但是巨魔毫不留情，战斗非常激烈。仙女们用尽她们所有的魔法和力量，设法将巨魔击退，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。许多仙子受伤，领地化为废墟。巨魔意识到他们的方式是错误的，道歉并请求宽恕。好心的仙女们原谅了他们，恢复了平静。从那天起，巨魔、狼人、小魔怪和仙女们都学会了欣赏彼此的长处和短处，并共同努力维持森林的平衡。他们和睦相处，森林里又一次充满了欢声笑语。
不同的群体开始明白，真正的力量在于团结，他们共同创造了一个和平繁荣的社区。因此，森林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繁荣昌盛。